请所有的米粉们跟我们一起倒数五秒钟。小米命三，我记得两年前我在发布会现场，当雷总告诉大家说我们有一支概念手机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它只是概念，但是当小米 Mix 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它引领了整个市面上手机全面屏的潮流。我们先来看一看，市面上其实大概有三种主流的全面屏，小米所开创的全面屏，异形的全面屏，甚至开始出现了升降式或是双轨潜望式的结构，但是我们发现目前这一些全面屏的方案都不能解决相机的冲突。为什么？因为机构的设计导致前置相机通常它的品质效能不够强悍，所以小米研发了 Mix 三极致全面屏。我们先看看外观，当你拿在手上的时候，整个正面非常的极致，几乎只有萤幕，它的萤幕占比高达了 93.4%。 我们采用了一个全新创新的前置双镜头隐藏设计，当你滑动的时候，前置的双镜头跟柔光灯就出现，并且我们为了提高萤幕占比，我们定制了一个非常难度极高的天线协调方案，所以它的净空区减少了72%，得到的效果就是萤幕的占比可以提升。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我们相较 Mix 2S 底部缩短了 4.46mm， 萤幕占比的提升 3.82。 我们采用了一块 6.39 寸的 AMOLED 萤幕，它是一个 19.5:9 的全面屏，它支持了 Always On Display 600尼特的高亮度，它是一个显示非常非常棒的全面屏萤幕。更创新的是，这一次我们采用一个叫磁动力滑轨设计。什么叫磁动力滑轨设计？我们看看萤幕。磁动力在用采用到磁王的，这个字大家会念吗？有边读边，没边这边要读右边。它叫铝铁硼，铝铁硼。铝在这个原子序列是60啊，我真的研究过。硼是在原子序列的第五个单位。我们利用这个磁极相似的工作原理产生动能，所以可以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滑盖效果。我们在内部所做的非常严苛的测试，我们的滑动可以达到30万次都不会影响它的使用。传统的这个滑盖机弹簧的滑盖大概只能用10万次。那在发布之后呢，有媒体做了一个疯狂的测试，它整整滑动了超过60万次，手机依然非常的可靠。在这一次的交互的部分，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做一推即达的全面屏全新交互体验。比如说当你有电话来的时候，我们致敬经典，滑动你的萤幕就可以接听电话，这是第一个做法，致敬经典的滑盖接听。如果你想拍照的话呢，轻轻的滑动一下，开启自拍美人的模式，甚至我们支持你制定工具列的选项，滑动一下开启工具列，比如说打开计算机查看天气，甚至开启手电筒。在整个交互的设计上面，一推即达还支持任意的 APP， 所以代表说你可以随意的设定你喜欢的 APP， 然后指定它滑盖就跳出你要的功能。更多有趣的是，除了滑盖的设计之外，我们设计了一个魔性音效。什么叫魔性音效？当你设定好你的手机之后，比如说科技，带有科技感的声音，第二个是我最喜欢的，我们再听一次吼，这个拔刀的感觉非常酷吼，这个有5个致力音效。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全面屏的影片。OK， 是不是非常的亮？
疗愈。我们整个手机的设计是希望它做成手机中的艺术品。小米 Mix 2 推出以来，受到了整个业界的肯定。世界三大博物馆，设计博物馆都收藏了我们的 Mix 系列，包含芬兰国家设计博物馆、庞毕度中心，还有德国慕尼黑设计博物馆。来看看它的外观，经典的黑色陶瓷，滑盖之后非常的好看。背面搭配了一个曲面的陶瓷，非常温润如玉，手感很好。第一次在台湾市场亮相的翡翠色，如翠如玉，典雅高贵。接下来，不好意思，这是背面。接下来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宝石蓝色，像宝石般梦幻的珍贵颜色。可以看到正反面的照片非常的流光溢彩，手机非常非常好看。那有了这么多全面屏的设计跟交互之后，它的拍照到底怎么样？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极致的拍照体验。先来看看后置的相机，变焦双摄，拍人更美。1.4 mm 的大像素，搭配 HeroPD 光学防守阵，加上 AI 场景相机。这个后置相机在 DSO Mark 的跑分里面拿到了世界并列前三的位置。我敢保证，这是一台拍照效能绝对非常优异的手机。这一次最重要的进步是我们支持了手持超级夜景的模式。什么叫手持超级夜景模式？我们放入了八项黑科技的加持，包含多重的长曝光、四轴光学防守阵、硬体多维多帧降噪等等的功能。所以在 Mix 3上面，我们来看一张样片的对比。当我们开启了一个手持超级夜景之后，你可以看到夜景非常的漂亮，而且噪点不多，在高光的抑制也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再把它放大来看，你可以看到吗？窗户的细节也不会高光过曝，得到了一张非常完美的夜景照片。再放大，可以看到窗户左边稍微有点高光过曝，可是右边处理得很好，几乎没有太多的噪点。来看一张样片，这是一张手持拍照的照片。在这个纽约曼哈顿的大桥上面拍的夜景非常的漂亮，夕阳西下搭配很完美的色温，很漂亮的城市夜景。同时我们这一次支持了一个960帧的慢动作拍摄，这是一个传统的影片，非常的普通对吧？但是当你加入了高速拍摄之后，非常的唯美浪漫。我想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慢动作高速摄影。我们来看几张样片，第一张是人像模式的照片，颜色非常的饱和。再来是一张风景的照片，雪山，非常壮丽的雪山。再看一张，这个是晨曦中的冰川。把它拆解来看一下，一颗独立的景深镜头加上一个主镜头，包含我们特别定制高显色的柔光灯，所以可以拍出非常好的前置人像模式，而且景深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它的边缘处理很精准。不止这个前置景深我们可以及时做调整，连前置录影我们都可以做。你可以看这张样片，当你在录影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及时的 AI， 所以可以让你创造出景深的效果。小米Mix 3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强的这个 AI 前置双镜头的手机，搭载了非常多的功能，包含这个 AI 的影片、AI 的梦幻眼神光，还有 AI 的裸妆美颜。甚至你看，我们前置的 AI 有个梦境景深的效果，你可以把这个小米iPhone的灯珠闪闪的发亮，甚至你可以拍出一个像电影般的画面感，有个 AI 的影棚光效，有七个特效。更重要的是，女生拍照喜欢眼神有眼神光，我们强调是内建的七种眼神光。放大来看，这个眼神光是一个星星，好看吗？太厉害了。好，看看几张样片哦。自拍我们强调的是唯美颜，非常的自然，很好看的照片。所以这一次的 Mix 3前后 AI 双镜头带给大家极致的拍照体验，同时Mix 3是一支全能的旗舰，搭配了现在最优异的 Snapdragon 845旗舰行动平台。我们也放入了领先的通讯技术，包含双频 GPS、全球频段、台湾全频加上 3CA，
包含四乘四的 MIMO 或者是大家常用的 NFC 支付，包含 Google Pay 或者是 NFC SIM 卡钱包，我们都支持。另外新的技术方面，我们在小米 2S 就小米 Mix 5S 就支持了无线快充，但是在 Mix 5S 它只支持到 7.5 瓦，这一次我们将 Mix 3的无线充电提升到了10瓦，并且我们是随手机附赠。不行，听到这边我们一定要先来个掌声了。这么强大的功能还随手机附赠无线快充，太厉害了。那我想一般在这个台湾的环境里面地方噪声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铁或者捷运，我们支持了这个吵杂环境当中按上的音量再放大27%，只要在最大的声量再按一次音量键，就可以放大27%的音量。同时因应的未来 AI 的潮流，我们独立在右侧放了一个新增的 AI 键，你可以只按一个 clicker 按键就呼唤到你的 Google 的语音助手，非常非常的方便。回到价格的环节呢，我们现在看一下简单的总结吧。一面科技一面艺术，这个高的荧幕占比，变焦双摄拍人更美，然后搭配了这个非常棒的10瓦的无线快充，随和我们会附赠10瓦的无线快充，并且会送大家一个非常精致的保护壳，这都是在盒子里面直接送给大家的。比一下在市面的品牌吧，市面上的旗舰机大家知道要到这么高的规格通常都要超过25,000元，甚至到35,000元。大家觉得这次小米应该定价卖多少钱呢？有人想帮我回答一下吗？多少钱？米粉们，有人要喊一下价？有人要喊一下价吗？觉得大概17,900，多少？我买100只。好啊，不然这样好了，我找个朋友来问问看好了。小爱同学，我在，帮我宣布价格吧。好的，小米 Mix 3 6G 加128G 售价是14,999元。非常非常厚道，因为里面不仅送了保护壳，还有内送无线充电器，它只要14,999元，它是现在在市面上面买到最极致的全面品。同时我们会上市三个颜色的版本，陶瓷黑、这个翡翠绿跟宝石蓝都会上市。这是我们今天发布的第一款新品，这个一面科技一面艺术小米 Mix 3，我们即将在12月18号下个礼拜二早上10点首卖，包含小米商城、小米之家、小米专卖店、PC Home 24小时购物。另外，我们非常重要的电信商合作伙伴部分提供我们非常好的资费与通讯服务，包含了中华电信、远传电信以及台湾之星，将在12月22日开卖。这是我们今天发布的第一款新品小米 Mix 3，不好意思哦。这是我们今天发布的三款新品跟一个锅子，小米 Mix 3、小米 AI 音箱、你家电磁炉，还有自助煮汤锅。当然因为今天时间拉得比较长，我就不展开介绍接下来我想要发布的这个小产品，它是一个迭代的产品，小米盒子 S。 它现在非常期待的发售价只要1895元， 4K Ultra HD 的影像画质，它将在12月18日10点首卖，包含美大康、小米之家专卖店跟 PC 用24小时的购物。为了搭配这一次新品的上市，马上要接近圣诞节了嘛，我们在12月18号到25号举办的一个为期7天的圣诞明星折扣，包含我们这个全面屏折价到9999，机器人降价1000元，小米手环首次打折。另外我们重新试算的成本，我们认为做生意要厚道，所以我们给了全系列的红米一个厚道全新价，全系列红米调整价格最高直降1000元，谢谢。太棒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布的四款新品跟一个锅子 Mix 3 AI 音箱、电磁炉煮汤锅跟小米盒子 S， 最后加码两个好讯息，12月15号这个礼拜六，高雄的梦时代店要开幕，我们的第9家小米专卖店。
12月22日在宜兰新月，我们的第十家唱片专卖店要开幕，这是带给大家的这个圣诞的惊喜。以厚道人心的经营理念，我想我们希望让全球每个人都享受到科技带来美好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